现在这里是海拔大概1700公尺的地方，空气越来越稀薄了。前面就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真的要拼，家里其实蛮凉的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直都没有停了。我其实下中雨，其实还真的蛮舒服的，比那个大太阳舒服很多。脚有点快要脱筋的感觉，快，赶快停下来休息。知道什么叫雪中送炭吗？这个就是雪中送炭，很不可思议哦！20-20，突然的天上掉下来两个面包，谢谢。事实上不是天上掉下来，是主办单位的这个卡车，竟然是在行进中，因为我说要不要粮食。我现在开始抖啊！哇，真的很及时，很及时。加钢筋，加钢筋。现在是现在海拔2000多公尺，离休息站还有40公里，第二个休息站。这个现在就那个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现在10:40，抵达第一山路，海拔2400，现在空气越来越稀薄，体力血也不支，你看，这神木啊，已经是高海拔的神木。哎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好，没有直升机下。打气，哎，向前，向我打气。现在10:36，到碧绿神木啊，那海拔2400公尺。前面的目标是大雨点。12点关门，所以只剩下1小时20分钟。可是里程数有15公里，要很拼，很拼才能够过这一关。就要拼，要拼，还拼这样，还拼，还拼，还拼。这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土拨鼠。土拨鼠啊！土拨鼠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你看，这个马鞍包，他的马鞍包里面包着各式各样的宝物，帮助人锻炼。还有板筋油，预防抽筋，你想得到里面都有，不可思议，这样重还是可以拼。这是他这个月第3次功夫林，你看这个姿势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终于回到大雨林的下坡。
大概2300，海拔每升高，在地球水平面上，海拔每升高1000公尺，气温大概降低6度，所以这里是两千三的话，它大概降低了15度，那现在风很大，风吹下来的话有。大概是30度，那就如果台北现在是20度，现在这里温度应该是15度、6度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还没到大雨，如果想象到雨点的时候是多么。Taxi 来了。山中的华佗，九，到一点就要前面了，半个小时。现在4公里半，时间只剩下大概20分钟，然后就大一点就关门了。关的话，那就轻功进去了。如果过了大一点这关。接下来晚上就慢慢的有2个小时慢慢上去，就这关压过去下去看看这位香港朋友的在肉燥饭的时候呢，就是含恨残念12点06分，再大一点这个是刚刚一给过去的，有点差2分钟。五点，下次再来，实力不够。